今天又是碌碌无为的一天，熬过今天就可以发工资了。哎，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饼干，你被开除了！天哪，这已经是我第50份工作了。不行，我得自己干点什么，我要去找专哥了。哦，专哥，哎，饼干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想打工了，我来找你。我也不想干了，我正好想去找你了。那咱们两个干什么呢？咱俩弄个团队吧。那咱们两个怎么弄呀？去找泡泡和王子呀。走，饼干，我们去找王子和泡泡。泡泡，我和专哥来找你了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和专哥组了一个战队，你愿意加入我们吗？好的，我愿意加入。那现在就差王子了，我们去找王子吧。走，专哥，我们去找王子。饼干，王子都向他女朋友求婚了，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了吧。哎，这个战队看我是赌不成了。哎，能走能走，他女生被人打死了，我操！王子王子，别守着了，回吧，跟我们一起组战队吧。那好吧。狙击手饼干已到位，萌熊小队正式成立。萌熊小队，勇者无畏。